刚刚呢，最新一代的锐界 L 呢，在厦门发布了。那我看完了这款车之后呢，第一感觉就是，汉兰达，你要小心了，你的最强竞争对手要回来了。其实它整体的设计语言还是跟福特之前的比如说追光者啊，比如说蒙迪欧啊，整体的设计是差不多的，会有一个鱼鳞的中网啊，分体的大灯啊，包括隐藏式的门把手啊，21寸的一个轮胎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车门的后面会有一个 L 型的一个 logo 来告诉大家这款车是加长的一个车型。那么目前呢，我们收到一个信息，就是这款车会有一个普通版本，还有ST Line 的版本。 OK， 我们把更多的重点来放到这款车的一个车身的尺寸还有空间上面去。其实你如果光看数据的话，这辆车它跟汉兰达其实差不了多少，5米的车长，1.9米的一个车身宽度啊，超过1.7米的车身高度，其实跟汉兰达看起来好像并不会差太多。为什么要更加关注空间呢？主要是轴距。那么这一代的锐界 L 呢，它把轴距延伸到了2950毫米，也就是说它比上一代长了100毫米，比现款我们买到的汉兰达还要长出了100毫米。这就出现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况，我们想一下，上一代的锐界跟汉兰达，其实大家会觉得汉兰达的空间是更大的，锐界的空间是偏小的，但是这一代呢反过来了。OK， 我们先进车厢里面看一下它的中控的布局。其实你会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屏幕贯穿整个中控，但是呢它的屏幕不是连成一块，它是一前一后是两块的屏幕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有一点点错位呢，其实我跟工程师聊过，他希望锐界 L 的这款车呢是多一点点操控的，所以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不想把方向盘离的挡风玻璃太远，所以没办法，方向盘固定好了位置之后，他只能够把仪表盘的位置再往后凹一点点，凹进去。那么屏幕下面呢，就是功能出风口啊，包括一些挡把区域，都是常规操作了，很大的一个空间给你放东西。好，再往后面看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扶手箱啊，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，那么空间里面是很大的，但是呢缺少了一点点收纳小小的心思。那么另外摸了一下呢，里面是没有空调出风口的。那如果这款车主打是一个多人出游的场景的话呢，我觉得多一个出风口啊，里面放一些可乐，能够喝上冰镇的可乐，我觉得这个卖点还挺好的。后面的话看有没有机会在里面再加进去。再看一下其他的配置方面，这款车有ThinkPlus 2.0 的车机系统啊，比如说 L2 驾驶辅助系统啊，另外还有 BNO 的音响，这个 BNO 的音响呢，它是藏在了 A 柱上面啊，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像其他车型一样A 柱那里多了一块三角形，影响一个驾驶体验，驾驶的一个视野。另外呢还会有主动降噪啊，声学玻璃在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走进第二排。那么来到了第二排呢，你会发现这一代锐界呢跟上一代的座椅布局是非常不一样，现在是223的一个布局，中排呢是两张独立的座椅，那么而且还会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一键躺平的一个功能。由于增长了整个车身的一个轴距，所以无论你座椅移到最前或者移到最后呢，整个腿部的一个纵向空间都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座椅中间的一个把手，其实它上面是一个手机无线充电来的，而且会有一个带一个翻转的功能。那么如果你想进入第三排的话呢，要通过中间这个过道走进去。我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个地方就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把这个手机无线充电放在这个位置，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滑动啊，在开车的时候，如果把这个手机无线充电放在座椅的两侧，可能会相对来讲更好一点点。我们来到了第三排，可能很多人会关心第三排的空间到底怎么样。如果你真的那么谋财啊，7个人一起出游的话，其实第三排的整个腿部空间、纵向空间，包括横向空间都没有问题了，因为它的轴距是正常的。然后左边两边的一个上一代的一个歌手那个地方，它也取消了，把它做得很薄很薄，所以后面纵向空间包括横向空间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有个小小的问题，
这个车的一个座椅，第一排、第二排、第三排，它呈现一个阶梯的一个上升，所以去了第三排之后呢，它的座椅的高度是比较矮的，会有一点点做一个小板凳那样的感觉，而且第三排呢，缺少了一个 ISOFIX 的安全座椅的一个卡扣，我觉得如果加上的话，会更加适合现在的二胎的家庭。那么如果你是七人出游的话呢，再看看尾箱的空间，确实做的比较窄，我觉得应该是它把更多的轴距空间都给到了每一个乘客，所以如果你要真的放行李箱的话呢，24寸你只能够打横着来放到里面去。那最后再看看动力部分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汉兰达最害怕的第二个点。那这款锐界 L 呢，它会有两个动力的版本，一个是 2.0T 的纯燃油，还有一个 2.0T 的混合动力版本。画一下重点啊，根据车型不同的配置呢，都会带有机械的40四驱，另外加92号汽油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一套混合动力系统呢，要重点跟大家讲一下，它是跟丰田是同源的，两个是一个互相交叉专利共同开发的一个混合动力系统。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发动机，它的功率去到了202千瓦，它的扭矩达到了405牛米。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一套动力系统更感兴趣的话，其实之前佩哥已经发了一个视频去很详细的讲解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里找出这一个视频。那么整个系统的一个综合功率呢，去到了210千瓦，它可以给这辆车提供到了7.1秒的百公里加速，而且 WLTC 的百公里综合油耗去到了6.3升，确实是一个比较低的油耗，对于这么大的一款车。那么呢，这款车呢，据我了解，会在未来的一两个月之内上市啊，会在上海车展之前。那么，如果你要买一辆7座的混动、好开、动力又好的一个 SUV 呢，我觉得你值得等一等这款车。